来宾五十号，我可以。来宾五十号，不好意思，好，请问你要点什么？两杯珍珠奶茶。两杯珍奶吗？甜度冰块正常吗？一杯半糖，然后一杯全糖。珍珠，先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珍珠没有了，可能奶茶可以吗？珍珠没有了，我就为了珍珠来的，不然呢？你们珍珠最有名不好意思，因为今天人比较多，所以那你为什么不贴公告出来？你们果汁是现打的吗？小姐，抱歉，因为现在是这个客人的时间，所以稍等我一下。对，我只是问一下果汁是不是现打的而已。不是，小姐，那你就告诉我是或不是而已啊。不是，对不起。来宾五十号、五十一号，要不要先帮我点？不好意思，你要点什么？两杯珍珠奶没有珍啊。先生，你要我等多久啊？绿茶这么难吗？先不好意思，请问您几号？我五十号啊。啊！你再说一次，你几号？五十号。五十号！我刚叫几次了？我刚才叫了几次？好像有三次。我叫了三次五十号，你不会回啊？我不好意思，我刚可能滑手机没听到。滑手机，各位。买饮料滑手机啊，叫号不会听，先生啊，珍珠就没有了啊，这么多人你不会看哦？刚好到你啊就没了 啊奶奶的，全部人都为你等就好了。我请问一下，刚排队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先叫号？为什么？聊天。聊天？你走过来柜台那边耽误个五分钟啊，十个人就多少了？你们一人每个人都耽误一点时间，我全部在那边等就好了。我来告诉你们，所有的人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，排队的时候先想好。还有那个怪，那你刚什么问题？果汁是不是现打的？一杯十五块，还买一送一现打的，你打给我喝啊，不用成本啊！我拜托一下，用大脑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一杯果汁不是现打的，浓缩有色素，超甜，要不要？换。换什么？仙草甘茶一样是假的，不是真的仙草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果冻糖浆，半糖去冰，就跟你说有糖浆，半糖去冰。妈的，耳朵打开好不好？